欢迎来到凯英科技的 SMP 播放器特色介绍。让我们先来了解 SMP 播放器的产品架构。凯英科技的 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结合出色的工业级硬体与专业软体，为数位看板专业方案的核心。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可独立作业，显示播放器内所设定之内容，满足大多数数位看板的需求。双区域网络连接布与防火墙功能强化资讯安全。SMP 2200、2310、2400数位看板播放器配有两个区域网络连接部，可透过内建最新的防火墙功能，将其一连接部设接上网际网络，设为对外专用；另一连接部接上区域网络，由管理者登入管理界面，使对外连线之网络连接部免于受到各种有害入侵，而管理者亦可于安全的区域网络内管理 SMP 播放器。专业方案的另一个关键成员是 CMS SE4 服器。其全面的功能和高效的管理系统帮助使用者可以群组管理 SMP 播放器，为大型专案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一台 CMS SE4 服器最多可以同时管理至多4000台 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所有连接到 CMS4 服器的 SMP 播放器皆可透过产品本身的网页管理界面监控。您不需要逐台设定播放器，即可一次完成多台播放器的管理。让我们来了解 SMP 播放器的功能与优势。 SMP 播放器支援各种主流的多媒体格式，并可播放 4K 影片、 YouTube Video、 HTML5 网页、图片、音乐和文字跑马灯。播放器可透过外接的 HDHDMI 影像截取卡直接连接各种影音设备进行即时串流。您也可以使用随身碟或外接硬碟轻松扩充您的媒体储存空间。SMP 播放器可以同时控制直立或横式的2到4面荧幕、电视墙与广告牌，并支援大部分主流或自定义的荧幕解析度。单一模式，连接到一面荧幕。延伸模式，荧幕并排在一起，将单一内容跨荧幕呈现。复制模式，2到4面荧幕呈现完全相同的内容。分开模式，2到4面荧幕呈现不同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建立具有多个荧幕的数位看板系统，选择正确的 SMP 播放器来支援您的需求非常重要。若需要两面荧幕，您可以选择 SMP 2200或2400；三面荧幕 ，SMP 2310及2400；若需要四面荧幕，您需要选择 SMP 8100。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能与其他外部装置整合，以贴近多样市场的应用需求。人脸辨识科技，互动式数位电子看板，整合网页伺服器与资料库，条码扫描器及资料库整合应用，多荧幕数位电子看板，即时资讯与即时影像呈现，与 GSM、GPS 与 Google 地图的整合，智慧型手机与 QR Code。凯英Web软体开发套件，个人化广告内容，社群媒体，以及天气。直观的界面设计增强以及简化了使用者体验，让内容管理更轻松。弹性的中央排程功能，您可以安排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或一次性排程，也可以使用排程表或日历显示。您还可以享受三种播放模式，同时享有网页型与区块型多媒体播放器的优势。你可以直接在 SMP 播放器自行设计专属的模板内容。除此之外，有经验的网页设计师也可以使用任何网页编辑工具制作全页网页播放，赋予设计师最大的弹性。看板中的影片、图片与文字跑马灯区块的数目没有限制，能制作的区块数取决于你的硬体选择来释放您的创造力。线上免费更新丰富的云端资源库，可以下载最新的模板资源以及时钟设计。SMP 播放器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并具备更新通知、远端诊断、自我修复机制的功能，提供您更精简、快速、安全的系统。综上所述，您要如何选择 SMP 播放器？请查看凯英 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页面，以寻找合适的产品。欢迎到凯英科技官网了解更多，或 email 至凯英信箱与我们联络。